了一只，树上还剩几只鸟呢？是无声手枪还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？不是无声手枪，也不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。那枪声有多响？大概有80到100分贝。那就是说会震得耳朵疼。难道你打鸟不犯法吗？不犯法。您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了吗？我确定。拜托，你只需要告诉我还剩几只鸟就行了。 OK OK 鸟里有没有笼子？没有。其中有没有那种智力有问题的，就像那种听到枪声都不知道飞走的那种鸟？没有，他们的智商都在200以上。有没有关在笼子里？没有。有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鸟？没有，身体都倍儿棒呢。算不算怀孕肚子里的小鸟？它都是公的。都不可能怀孕吗？我晕，绝对不可能。打鸟的人有没有眼花？你确定是失智吗？没有，就真的是十只鸟。有没有傻到不怕死的？他们都怕死。有没有是情侣的？一方被打中，另一方主动陪着殉情的。笨蛋，之前不是告诉你都是空的吗？同性不可以相爱啊。三呢？不会。四呢？更不会。五呢？再说一遍，一枪只能打死一只。十只鸟都是自由飞行的吗？它们听到枪声，经过是错的起飞的时候，互相碰撞，会不会撞到了一起？不会，它们都是自由活动的。如果你的话没有骗人的话，打死的鸟如果没掉下去，挂在了树上，树上还有一只；如果掉下去的，树上就一只不剩了。